慈济美国总会的社教课开办新素食仪课程，教民众做素食料理。这堂课呢的因缘是起因于两年前一场活动，跟圣地马斯妇女俱乐部结缘。俱乐部里头有一位成员对于慈济推广环保素食的理念相当认同，因此促成了这个素食料理的开课。慈济美国总会社教课学素料理，还体验异国文化。这天教的是酸辣汤，道地的中华美食。And enjoying this opportunity very much, and I so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he very nice thing is that although many of the speakers do not speak English, we do have translators, and so w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perfectly everything that's being given. 因为环保素食救地球，而且又能够养生啊，对大家都很好，所以他们就很感兴趣啊。那当然也经过了一些。安排还要联系，那终于成就了，我也看到也非常的欢喜。还有社区民众带男朋友一起来，增进感情，还要聊表孝心。尤其是我妈已经给我煮了20多年的菜嘛，应该差不多给我，我刚帮她煮一下了吧。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一起来，因为就可以我们去一起做一些活动，也可以一起学一些煮素菜的东西，也是比较。也是不是出去花钱看电影了。透过烹饪课，志工也让大家了解到地球暖化、灾难频传，吃素对环保、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台视新闻真善美志工刘桂英、叶静红，美国洛杉矶报道。